金的，他是尬金 TJ 是不是？好像是哦。金 TJ， 真的金 TJ， 哇，金 TJ， 干，真的金 TJ， 哇，金 TJ 哦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金变啊，干，这个有点扯，这个就更贵了，这个中，这个中，这个账号价值起码多一百万台币。他说今天帮他两张 TJ， 再加上一只紫变要觉醒，紫变要觉醒。他说他觉醒阿顿了、啊，剧本写好了。我们今天是咖喱来开，不是你来开。对，有什么地点？账号主人说给谁他都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要给爷爷碰。他这样讲结束，那这有讲这句话，这样给我出来。这句话是我加的，我觉得他心里面是这样讲。我本来以为想到他哪，他心里面应该是这样想的。操他！来吧，这个先从小的开始。我下手了。你要坐中间点。下手要轻。哎、你不能碰！他说你不能碰。那我不能碰是不是？你红变，你红衣服。我红衣服是不是？啊、哦，他没有碰啦。滑鼠再消毒一下，滑鼠再消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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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今天防，告诉你们，防疫观念很重要。消毒一下，丁丁身体消毒一下啊。我刚红变的，这个先点他，还有一个确认，点一下会确认。来吧，今天帮勇者二号。我按了，我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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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，勇者二号紫娃。拜托，我今天死去没关系，希望观众能中。拜托，今天如果这个勇者二号恶魔校长他顺利上了金变，我等一下就全程塞着鼻孔。有什么塞鼻孔？葡萄，葡萄、哦，葡萄塞着鼻孔。他今天合金变全是用葡萄塞着鼻孔、如果重金，如果重金，如果重金，来吧，来喽，来喽，来是紫闪电，我还你原形，来了，有没有？有吗？开卡池，开卡，放人耶！到底拿到底来干嘛的？拿到底来干嘛的？我搞不懂。你今天如果成功的话，你就可以加入天堂直播间。我们帮账号主人恶魔校长刷一波金色，也帮我们今天的来宾咖喱刷一排金色。来，完了，好，够了，你准备好了？我按了。按了，按了，我这很紧张，这紧张，如果我说紧张，一百万，这一台车就出去了，一台车，对，这不是，这比一台车还一台车，来，交给你了，来，加油，他说加油，校长说加油，他在看，哦，好的，加油，来吧，我去了，校长，主任要按了，金色 ，Golden， 我们需要 Golden， 哇，还有金色，金色，拜托，啊。按赞钉钉，订阅钉钉。太你有什么话想对那个我们来宾咖喱讲的？很感谢他。咖喱有什么话想对金校长说？你第一次合到金变的，第一次合就中。这辈子没有多少人可以合金变，你知道吗？台湾能合金变的可能没有200个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对，恭喜你。好，谢谢校长，拜拜。好，可以收卡，可以按插卡，大家就会跳出来，全世界都会看到你。对对，可以收卡。哇！神话阿顿。哇！我就是敲全屏。减免加三，跳起来！合卡加 TJ， 他这个玩家就是之前我帮他合过了，这三年来我都帮他一直在让他死去。这是邪教啊！赶快醒醒吧！如果库洛也紫变了、啊，我真的是会哭啊！他无氪玩家，来吧，死去，直接合下去啊！不用什么咒语，一个红色，轻松之合，随便支开。真的吗？随便。哦，有了，中了，我操，骗你的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啦？有一位受害者死在爷爷的手下。有，还有第三个。你到底要弄死多少人？你这样是说咖喱把人家弄死哦，不是我。我是咖喱点的是。对，咖喱重金一战成名。来吧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来，他讲了，他喊口号了。我只会合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对，我只会合。他只会合金变，紫变吗？好奢华的玩法。我只会合金变，有烟，每个都有烟。我刚的烟比他更大。紫变，我刚的烟有烟，有好多紫，哇，干四紫一红。系统在搞了，这系统在搞，国家机器干，系统在。
哇，异世帝强啊！走了，丁丁有异世帝了。哇操，这不是我的账号，这不是你的，这是你去的丁丁代赛了。现在还有，他说还要娃娃，娃娃合成。自信之开，先开一个。嘎铃之点，嘎铃之点，哦，嘎铃之点，有没有、啊，就是要新的吸血鬼，嘎铃之点，我们把那边赶走，直接整包嗑光。嘎铃之点，合四次中一红，功力率，哦，又是这一只，赞，嘎铃，他吸血鬼是没有啊，没有，他保底二十次可以收了，这个吗？然后有接收奖励，这个，对，按下去吗？对。克特哦，克特哦，这有克特吗？有克特，克特，跑马灯，满满，哦，已经满满的范德，一堆范德是怎样？范德三人中，他不中范德，我随便他。阿鲁巴红了啦，看真的没中。他自己中，咖喱说不定想，他说不定想喂我吃葡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葡萄塞鼻孔，来葡萄塞鼻孔。葡萄很难吗？葡萄表示，整个葡萄我很难去吸，结束干没了。来吧，骷髅洛交给你了。直起来，来吧，骷髅，你今天长子了，我会以你为荣。嘎铃之点，嘎铃老师来喽！嘎铃老师来喽！教你们怎么点卡。很会，马上学起来。立刻黄金，立刻超越爷爷。哦，确定喽。嘎铃老师，确定了，嘎铃老师。有。会。哦，嘎铃老师，怎么？嘎铃老师吃了吗？鸡排凉了，嘎铃凉鸡排刚。林老师，哎呀，咖喱老师表示下次再教，下次再好好教你们。第三位勇者，他今天主要是拼红，红 DJ。上次我帮他，这个账号是这位观众是上一次我帮他点到加八神圣金盾那一位，对，一般都是变身重头戏。来吧，我们的猴戏，来喽，开喽，干嘛？来吧，综艺金真的是。有够好小，这个真的不烂。有，太胡乱啊！不重要啊。来吧，开个卡池，新的那个妖魔弓箭手，妖魔弓箭手开起来啊！滑过去了，潘也不错，我蛮想要潘的。黄金龙斗士也可以，又是黄金，又是黄金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又是黄金，他就是只有挑金。今天真的是满满的黄金，支起来，来吧。有我们好戏，他这个烟是冒的比较多。我刚刚的烟比他们都大十倍。哦，那看来这有机会。这有机会吗？有。你说好像有烟，然后比你小的有机会。对，不用还有机会。他在讲什么？有，八了，有了，八，三张纸啊，三纸二红，好戏，好惨啊！来，这个是今天第一次露面的账号。哎，他本来就已经变了，他还要再合一次金啊？他已经变，他有进 TJ 啊？那个。要变怪啊！变形怪，变身，哇，又是一个金弓相向。那我们今天要，我靠，要重点，我快不敢看了。我就趁你这样，趁饭来吧。那从小的开始，交给你了。好的。熊熊牛奶到底会不会有变金？嘎铃之点，我来喽。来，大声一点，大家一起，输出全靠吼，跟大家用吼的。嘎铃之点，哦。我这超紧张的嘞！哦，都有他进来了！还没开，好出来，准备了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个金中了一样，账号增值大概100万。金色来喽！我不敢看的，来，我听你们叫。秦哥说加码，我今天直接加了。秦哥一句话，来吧。我家的桌子不准拍，知道吗？合成了，我好紧张哦。我可能把麦架明天放，不希望他中。拜托，子弹，看他，我等下我吃葡萄，我吃葡萄，有大姐，死去。我刚刚真心的希望你子，真心的，但是命就是这样，我们不能违抗。好啦，今天感谢各位的收看啊。那我们来做个 ending 吧。丁丁，你要继续。我现在讲不出话，我心情不要哭，我心情很复杂。你心情复杂，你其实今天我觉得你做得很好，尤其是再一张，尤其是帮丁丁合成那一部分做得特别的好，完全没有让大家失望。
你让非洲的国民感谢你，那我 们的国王回归，告别红遍派对，这个封面期待下一场，期待下一场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今天直播就到结束啦，大家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记得订阅他的 IG、FB 以及浪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。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拜。